吃的都不来了，还吵啥？今天是不是就？你想说啥？你说吧。我不说也是这样。我以为你有意见，保留一下啊。没意见。我不要。英娟，你吃不吃干？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哦。我不要吃肉。以后分忙分派了啊！我是刚刚下，我是夏家军的。夏家军的。咱俩合成一个棉条派啊！就这舒家军的。咱俩是棉条派。我光梅啊，跟张凯他俩也没来哈。他想他说吗？啊？不积极的他有啥玩的？还可想他。不过这一天感觉可清静。这一群人都不跟着他受累。我们也吃饭了，大哥到了，到这，他就这月子上。羊肉没有，老肥了。牛肉面子呀。吃了骨头肉。嗯。你站在女性的角度想，懦弱那种性格真的很讨人喜欢。你不要站在长辈的角度，站在女性的角度。你喜欢不喜欢？我不喜欢。看看，男的还是要正儿八经有点阳刚气。骚。你要问叔母了，叔母肯定说喜欢。叔母不做坏人，从来都不做坏人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啥我都吃，你说叫我喜欢啥我都喜欢，反正我是不做这坏人。你喜欢就是光美这种性格不喜欢？说实话。你性格也重啊，是吧？你说实话，你喜欢吗？就说实话去。再说瞎话了，那心里话真的啊，这都成了，这都不来。虚伪，虚伪。那打个比方啊，你我这种就是这性格的孩子，你会咋弄？不说多了，他当的就是空装。你多会说。你看看，不愿意吧？我肯定不愿意。哎呀，妥了，还不喜欢呢，这谁打那个？是不是？给你个肉刑。这家我没空去了。嗯嗯。真是啊。我转到这儿点了，不老不老的。我上来装面条，搁了点粉条，让我长点菜叶。嗯，成可多了。雷爷，你喜欢那个人吗？有个人有性格，我看他改不了。你问咱男喜欢不喜欢？咱男肯定喜欢。嗯，当时这种好事儿嘞。男，你喜欢光美这种性格不喜欢？呀呀。那拜托老翁。大家知道这啥不知道？还有胡说。嗯，要没人啥了吧？这是老张阿姨经过了四五天的锤炼与磨打，然后把这个粉线煮好了啊，大家可以瞅一瞅。哗啦，这也堆掉的可干净的天哪！嗯，跟奶油呀，跟奶酪呀，跟奶油呀，哈。嗯。我也不整掺杂，天中啊。中好。我弄咱拿那牛肉来，来。走，太好。爱上。哎，换。耶，这兜一兜不小。毛。嗯。老张。哎。你搁这儿暖了。又馍炸点肉丸子。好肉丸子嘞。啊。叫我吃点吧，我几天没吃饭。那边开门有肉丸子头一锅。用我炸了吧，先叫我用。搁这儿呢。不吃。吃用吗？吃吧。吃吧，你赶紧。我不吃了，不吃。你不吃，那用吧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天还要开，还得来拿。就这又吃好些天了，我都磨了，我都没炸那些。你又吃不完了。那吃吧。我吃肉丸。我吃肉丸子。嗯。吃了吃螺蛳，我也很。熟了馍，赶紧吧，可急。熟了。早上没吃饭。嗯。这是鸡肉啊，还是大肉？大肉啊。大肉。
我走回来，我走了，我要拐回来跟你说。嗯。你这次炸的油么真好，比上一次炸的钢棍好多了，而且肉丸子正正好好，不增不咸 啊。走了啊。好，谢谢。叔嬷，你佩服你自己不佩服？啊，咋佩服不？就是你感觉你是女强人哪一种不是？老强，我不是，我不算老强啊。哎。我不算老强啊。你是不是能干的女人？咦，我不懂，我跟你说，不能都给我打把手说的，不打把手我都我也是不懂。嗯，你真谦虚。嗯，就是这，恁妈的都给我打把手给人家看。你说一声来，你说一声，你说我是最强能干的女人。你不说都说干的不中，我不能说都说干的。咦，你还真假？你都我打把手干了，我都说说装一个人都不中啊。你都你的了，沉淀糊涂你。啊，都是你的人干。黄天，童年的记忆，回忆。你知不知道一黄天，我都想起我挨打了。嗯，你黄强挨打啊？你不黄是打我？俺爹好打我。你黄我可是我也怕黄强，早也就是不谁家的黄强，我也是。嘿嘿嘿，你在笑你吧？啊，哎，笑吧你。我想整你尝尝。你吃吧。你尝尝整不整呢？你尝尝整不整？我用了整的我的眼味儿样，不中你尝尝，还整不整？整、嗯、哎，就先整吧。就先整吧。因为最浓，红糖酥肉。嗯，这长得不错。我忙，你这哪一天不忙啊？嗯嗯，我低了还是忙，我低还是忙。他是瞎忙，我是忙啊，炸的肉丸子，炸的丸子。小黄鸭，我炸的肉丸子怎么能讲？那咋不中啊？咩？看那盘不好吃呀！我这，老油锅菜吃了多美了。恁张亲今年甭论挑盘不挑肉，光挑素的，回来恁都又给俺说了。素的好吃。我不知道恁这些人啊。为啥恁挑的粉丝吃的？咦，别用喷了啊！去亲戚家给你挑点粉丝，回来你又给俺堵路了。嗯。你挑粉丝，你是挑粉丝还是挑肉啊？我挑粉丝。粉丝吃了再吃肉。哎，对。反正我这就是吃的快。你好饭就忙的嘞，他会好饭，狗会好饭。成都的人都是不乱，我说那狗一看可亲了。你看，那种的，你说你好，那坨地主，伢娃儿放他可吃，老热吧？吃啥的？在哪？我说你这么没酒事呢，那老天爷干好了再拆的，咱要弄那个。老肖做不了。说了两三遍。你真没见着没酒事？我那有凉菜。哎，给板凳鸡，板凳鸡。叔嬷，你这凉菜我也准备倒一块，都是你吃了完了。嗯，我也吃完了。这是板凳干。我真吃，我真吃，这板凳干。板凳干。你别给他倒，给他倒。你这夜晚倒完。你把我说说，给你倒吧，倒吧。走吧，走吧。他那是哪个？哪个？某切搁一头儿，一刀一下。对。嗯。小桌子，小桌的可得，可得，腰恁大壮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叔母今年的钱有300多斤，又是一笔巨款。叔母不要说呀，他亲戚王正。哦。你你怎么想的？嗯，都给我打包了。啊，就是，你的脸。完不了，快走了。嗯。